んこんにちは。王さんとももさん。お茶の間トーク。お茶の間トーク。大家知道お茶の間是什么意思吗？茶水间。茶水间，对，就是大家下午茶呢，就是每次就是在榻榻米上呢，喝一杯茶，喝个一杯茶呢，就是闲聊的，就是お茶の間トーク。那日剧那个就是有一个茶，日本们应该有真的茶水间吧？有。那个叫什么？公司的吗？公司的，但是給水道，就是很多集水间，是集水间。对，集水间，对，就很多 OL 呢，就是哦，工作好累啊的时候，就跑去那边，就跟同事偷偷聊天。嗯，对，那个我叫诺玛豆哥。亚麻将跟这个苍井优，萨库拉伊，阿欧伊的是，阿欧伊，阿欧伊，大家，我们上礼拜的大新闻呐、啊，对日本人来说，对大新闻，而且也是有台湾的大新闻呐、啊，是没错的。林志玲跟谁结婚？那个不知道 ，EXILE 的，对，我不是很熟的，我没注意了。对，林志玲，所以林志玲的那个没有很红吧？Akira 呢 ？EXILE 里面 Akira 是算红的啊，真的、啊哦。因为 EXILE 现在目前成员很多嘛，好多人，完全不熟。对，Akira 是应该算是原始的、，original 的 member，、对，所以大家日本人家大部分人都知道。真的吗 ？EXILE 粉丝的话，Yama ちゃん这里有照片吗？大家有看过吗 ？Yama ちゃん长得这个样子。这个在那个 London Hearts 里面常常出现。London Hearts。London Boots 还是 London Hearts？ London Hearts。对，也有演过他。London Hearts 中台湾的中文节目叫。中男女中。啊，男女纠察队。对。然后那个Yama ちゃん呢，因为长得有一点，这样子。搞笑艺人呐、啊，对，不用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呐、啊，对。但是啊，所以大家都觉得，哎，为什么 Aoi Yu 嫁给他？为什么？因为 Yama ちゃん 是现在日本人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三高，三高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这里有写三高。那你三高是什么？高身高、高收入、高学历。对，Yama ちゃん 是现在。啊，他是高身高，看不出来。Yama ちゃん 是你看。你猜他是多高？你不要看看长相，看起来像168公分那种，差十公分哦，178，178，他是很高的，对。然后他当然收入不错，因为他是很会讲话，头脑又很好。我以为他是 B 咖、欸。No, 他不是都在那个London Hearts里面，只是坐在底下的那种。对，但是他因为头脑的转动很快呀、啊，所以他组织很多节目啊，还有 radio 啊。对，所以他现在总共好像有16到18的组织节目，就收入不错。然后他高学历，是他是关西大学毕业的。关西大学很好吗？很好，真的算好了。对，毕业的，所以他是。嗨，所以他是三高。三高。然后这个三高是其实我们30年之前的 bubble， bubble 泡沫时期。对 ，bubble 时代呢，这是一个用语。对，因为30年前，现在没有吗？现在是没，因为现在那个 bubble 那个三高的男生真的比较少了。哦、真的吗？对，所以现在呢，日本女生呢比较喜欢有两种男生，一个是三。no， no 的 no， 嗨，另外一个是三品，对，三黑平平的，对，第一个三 no 的意思啊，是你怎么，你猜为什么是用 no？ 这里有写啊，对，我看的，所以是四跟五是不是没有借钱跟没有不会花心是不是？对，不会暴力，然后不爱赌博。对，就是一个给女生一个安全感的男生。然后那个三诺的另外一个是三平三黑。对，三黑是什么？我想这里有稿子。平均的年收，平凡的外表跟平稳的个性。嗨，很好呢，非常有安全感。可是这样人生就很平。平。对，稳稳的生活最幸福。你的生活稳定吗？
还好了。什么？波兰万战。还有。日本不是都会讲这句话吗？哈兰万就。嗯 ，OK。没错。对，然后现在是三品嘛，但是下一个时代呢，我们就在预测是低知识，是低，对，是个低哦，那低什么低？低知识，日本的知识的意思就是那个姿态啦，对对对，就是不能对女生，不要这样，对对对对，不这样。啊，另外一个是D。我现在看日剧还是很多，就是那种四五十岁的爸爸妈妈，就日剧里面的爸爸妈妈。对对对对。通常就是女生就是要在家里做好事。啊，对呀、对，就是第二个啦。哦。第一纯。哦。一直是不要一直叫女生做家事。最近那个最红的日剧啊，就我上次跟你说吧。嗯。那个极高由里子演的那个。嗨。不加班的、那個。不加班，对，我不加班，对。没有，他里面的爸爸就是妈妈也是就是生气啊，对啊，就觉得这么多年来都是我在打理一切啊，然后你就只要上班啊，然后六日也去跟客户打高尔夫啊，然后就不爽，然后就离家出走，离家出走一周，然后那一周里面爸爸就什么事都不会啊，也找不到什么存折啊、印件啊、印章啊，那个考土司机也不会用，对。不过我觉得台湾男生比较没有这样子啊，这个有点夸张。而这个是这个是戏剧吗？还是真实生活也是这样子？我现在还是很四五十岁，日本是五六十岁的男生怎么样？还是会这样？对，还是可能是某一个那个家庭的模式吧，就是男生是在外面工作，女生在家里。那现在呢？不知道，现在慢慢的变少了。对，但是还是我们现在的女人希望男生也要一起。啊，不可以说帮忙哦，一起做。为什么不能说一起帮？你为什么不能说帮忙？你知道日本女生呢，一听到我帮你啊，我帮你顾小孩啊，我帮你小孩换尿布哦，然后就不爽了、啊。对，什么帮忙啊，这样不是？本来就你应该做的是。说。但这不止台湾女生，不然这不止日本女生，台湾女生也都这样子。真的。所以男生们千万不要说我帮你哦，这样意思。然后 pay risk 是外来语呢 ，risk 风险，低风险。Listora sale nai， 不要被裁员。嗨 ，listora 裁员呢？对。可是不能被裁员，不是你能够那个的、控制的、嗨，对对对，但是所以现在的人都说，那个公务员比最安全呢。跟台湾一样。哎，对对对，那是 take risk。啊，最后一个是，低浪费。浪费吗？浪费。对对对，天燃料。或者燃料原本是个浪费呀、燃料呢是用在车子。我知道。对对对。就是那种台湾一公升可以跑很远的那一种。说。就没什么花钱的男生。说，就是稳定的。简单就是说，就把钱给女生就对了。给女生管理就对了。好，聊一下我这个好了。好，最近呢，欧桑呢？对，不是最近，我现在开始写部落格。对对对对对，欧桑针对每一篇部落格的这个文章，我们来聊一下。聊一下。这篇是中目黑星巴克甄选，你知道吗？嗨，他很久没回去日本了。我呢，大概每比我还要不熟。对，每一年回一次而已。然后涩谷美登利。Loft 工作去 ，Hubs 水果塔跟机器人饭店。机器人饭店。这里面听过几个？美登利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没吃过。啊，没吃过。那你们怎么知道？很有名吗？食べログ。啊，食べログ。我知道啊。很有名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大众的嘛比较。它其实没有很贵。没有很贵。就是一个 set。二十罐，一罐是这样长，一个这样叫一罐嘛，对不对？那日语怎么讲？一港，大概二三十个，然后三千多块日币吧，每人。哦，其实它算便宜的，它不是算贵的，对，所以人都很多，尤其是涩谷那一家。天。那之前都还要排队，大概要排一个多小时，大概二三三，每次去的话大概，下午一点多去，大概也都二三十个人啊。对。然后后来变成有 APP， 所以你可以。APP。对对对，你可以。取号之后，你就可以去做你自己的事，然后就上网查一下说，哎，到了没？对对对，然后再去这样就好了。那我们就来聊那个樱花。对，樱花，但是呢，你想到樱花，你有想到什么？想到樱花就是哇，当然是我花那米啊，
赏花。赏花，但是我比较喜什么什么日本有一个比较漂亮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再有一个群马县，群马县叫千本桜，千是什么？千本樱。对，千本樱花，所以总共有一千个，超过一，其实有破一千的啦，一千个，对。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有一个那个。那比较阿宅的话题，那个初音呢、啊，那个叫什么？有个那个我不知道他有没有。啊，哈兹，哈哈哈，哈兹米格，哈兹米格，他有唱一首很有名的歌，就叫《千本樱》。好帅哦！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想为什么？真的啊！哎呦，我想看一下。哎，完蛋了！红彤彤。哦，就这个嘛？你的意思就这个吗？等下就会出现千本樱了。哦，所以千本樱是真的有这个地方哦。我真的有这样的歌。有真的有这样的歌，你可以回去听啊。哇，好嗨的歌。对啊，很嗨啊。什么？这个全部都汉字，你们看得懂吗？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的、那鸽子，这个 MV 很特别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哦、真的。啊，千本樱在群马是不是？对，你唱我摘的，不要唱我摘的。那你打千本樱的话，搞不好都出来初音的歌啊。那群马。打群马，对。哇、哦，真的有，还有 Light Up、嗯。哦。对。然后这个是叫在阿嘎伊，阿嘎伊是赤城，对，一个对，你看。你们可以上网搜寻千本樱群马，1.3公里，从哪里？的一个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东内的隧道，嗨，真的很漂亮。然后晚上呢更美，我们就说油扎古拉，那个油扎古拉的，油扎古拉是晚上去看，晚上去夜莺哦，夜莺哦，那个莱多布啊，灯光秀很漂亮。哦，我们看一下那个中目黑，对，中目黑。中目黑的 Starbucks 旁边有开一家唐吉诃德。唐吉诃日文叫什么？东吉诃德。东吉诃德，东吉诃德不是像日本的小百货吗？小北百货。小北百货。你知道小北百货？嗨，生活百货，对对。可是这不，我上次有看一个文章，就写东吉诃德好像不是一个很受人欢迎的。你有看过吗？现实呢？对，就是里面是里面设计，因为它里面就是这感觉啊，然后因为它又是24小时，所以那个人员进出比较复杂，嗯，所以好像会这个人家就说就有它在旁边很便利，没错，但是那个房价就整体的感觉啊会不好，你有听过吗？对，有，听说过了。哎，可是这是在中目黑，在 Starbucks 旁边呢，这区不是，这区不是很高级吗？啊，对呀。那开这个不会被人家抗议吗？日本人会抗议吗？有今天进去吗？我没有，他还在盖。那搞不好里面的设计啊，装潢很漂亮，有就符合中目黑的风格。对对对对，因为现在 Don Quixote 的室内的设计啊，比较窄瘦，走的时候热闹的感觉。嗨，可能那个中目黑的 Don Quixote 会比较漂亮一些。好了，星巴克。星巴克没有进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要等很久。他光旁边的那个 Sadie Gate 那个抽号码牌的那个地方嘛， Starbucks 有 Sadie Gate， 对对对对，要等两个多小时。我想看一下。我没有拍照，因为我不是很喜欢拍照。拍照片多张来说。没有，我没有很想，但是我那个想要写部落格之后，就开始疯狂拍照。我没有拍那 Sadie Gate 的地方，要等2个多小时之后就没有进去。你抽到号码牌之后，你要在旁边排队排2个多小时。不是、啊，因为它那个比较漂亮啊，然后就是大家现在又最红啊，所以大家都很想进去啊，所以他当然要发那个 CD 了。真的、哦。然后我就觉得啊，反正就之后再去就好了，反正就是一间星巴克而已。有啦，外观是很漂亮啊，也不错。哦，它这个叫做什么？那种甄选系列，然后全世界就5家，好像就是在里面他会自己烘豆子那一类。就是他的招牌，没看过吗？嗯。哦，跟那个其他那个绿色 logo 的好像不太一样。嗯，耶。你们要上网查一下我上的部落格。对对对。对。对，我们的业配，我自己的部落格。嗨。
啊，这再下一间是 Hops。耶，女生最爱吃。可是你没吃过、啊。没吃过啊。为什么你没吃过？也不爱排队。哦。对。它很有名吗？哦。可我怎么听过人家说它就只是台湾的85度 C？ 它是连锁店吗？不是，哦，他没有那么多家，没有那么多家，我不知道。有啦，他有分店啊，大阪也有。但是没那么多啦。哦，没有像85度 C 一样那么多。对。但是看着照片那个千层水果的千层蛋糕，哦，好漂亮哦。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吃甜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个一人跟那个跟朋友一起，对，跟朋友一起吃的时候，一人没有，我就一人吃一个，就来的时候这么大一块，真的超大块，吃得完吗？就不好意思留太多，就还是蛮好吃。那甜度如何？欸，男生不爱吃太甜的东西吗？对，我觉得它还 OK 啊。日本的奶油很好吃，日本奶油不会甜。对，你知道这张照片我在笑什么吗？我在不是我在笑那个，就是上来的时候太大块，我吓一跳，对，一直笑。然后重点是进去这家店呢、啊，30-40个座位吧，其他全部都是女生。女生。那再来我们去那个。Loft， 嗯 ，Loft， 你可以看到什么？很多商品 ，Loft 看得到很多我们林富太太卖的商品。那 Loft 是你如果要用台湾的店来比喻的话，你就比喻成哪一家？成品。你知道那么高级吗？感觉没有吧？那就到那里，那后来就有点微妙，可能比后来好。后来好像差不多，可是他为什么他串红啊 ？Loft。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去？喜欢去。而 Loft 都在那个，不是全部都有吧？还不是你，就比较大都市才有。对。所以你的家乡没有吧？对，他的家乡是秘密，他不想讲。所以你的家乡，对，你的家乡没有，对不对？你的家乡有 Loft 吗？哎，没事。没有，帮大家问一下。所以在那个这个高中生的时期，你有去过 Loft 吗？嗯嗯嗯，去东京的 Loft 对不对？嗨，我去过 Loft， 还有也有大宫的 Loft 啊，欧米亚。哦。对对，我朋友住那里，对。欧米亚。对，但是 Loft 真的很多很好看，东西要精致啊，对。然后有很多我们铃木太太卖的，所以大家如果没机会去 Loft 的话，可以直接来我们铃木太太买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下一个，这个米多里苏西啊，这是最近最红的 Henna Hotel。Henna Hotel 机器人饭店有听过吗？机器人饭店是什么？就是它只是就是摆两个假的机器人在柜台。说说说。我是没有去 check in 啊，那可是去 check in 的时候，听说也只是按一个那个荧幕这样子进去而已。嗯。所以只是一个噱头，也没有比较贵啦。嗯，一开始因为那个是柜台是两个机器人，所以新闻也报呢。就有报，可是后来好像半年后，他就说那个机器人维护费用太贵，所以已经考虑要找真的人来了。对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将来这个机器人的时代，大家的工作不会被抢。那差不多就这样，总之就是大概就这样子。OK， 今天第一集，嗨，我们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下一集，就是。那对，我们现在觉得你变这样子比较轻松，还是拍那个你那个水果影片 ？O E C E 的哪一个？水果影片呢？我跟你讲，我日本朋友啊都笑呢。嗯。对，那个表情，他虽然没说我的表情太夸张，但是我跟你说，那个水果啊，我真的很好吃。现在已经过季了，也没有在卖。没有卖，对对对，等明年。等今年冬天，但这个真的很好吃。好。对，然后产品介绍的部分，我觉得那个比较紧张，对，因为那个有比较有台词啊，我怕我念错，所以现在像今天那个我叫诺玛豆哥啊，比较轻松，我才已经讲不行了。哦，真的，好 ，OK， 那就先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对，大家等下一集哦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